ね。88年後の浜、はい。哦，最后今天要截这个汽笛板，来去6050汽笛柜。这昭和版哦，哎，这昭和的嘛哦，昭和版啊，哦，它这个是要坐前面的、啊、，L 版啊，不知道你要领谁的啊？昭和啊，也是昭和哦，对啊，是要坐这个、啊，昭和如果是气体的话，应该也是坐前面啊。哦，它、啊、这等于要挖几个？哎呀、啊，哦，啊这，啊可是他们自己的版也是坐在最后面啊。他们自己的板也没有像我们这样。那去哪里掉？65。啊？65。65啊？对啊。哦，你隔壁啊。63，啊，63比较快。啊，忘记看有没有车牌、轮胎。哦，有车牌有。小灯有。咱们来去65，65领重柜，后面有板号，等一下输入铁牌好了啊，外板啊，啊九六八你是新领柜啊。洪哥，公叔身体强啊！我给你卖解板的吧。哦，龙哥叫你不要解。龙哥叫你不要解啊！你先上线问看看。啊？龙哥叫你不要解这一块。是啊。你先上线问看看。哦，好。突然又改了吧？去就是领柜，
来去 OK， 我们来去七区哦，自由贸易港区，来去七区找单子，领柜单65的领柜单。区领柜单，哎，什么时候这边红绿灯？哦，找单子，0003090309，好，我们去找0309的领柜单。欢迎酒，哎，拍谁？谢谢。哇！春吉坤，0309。哇，春吉丁。没事，应该是。这个领柜单没有写柜号。吃便当，我们来对照一下资料，41173030350，对，那就没错了。没有柜号就对领柜代号，好，咱们来去领柜。这台在干嘛？来去65领柜。JY 昨天12点多才下班，回到家也差不多快1点了。过年期间都是这样。
有的码头还大排长龙，十二点前还缴不进去。我昨天六十五晚上就很热闹，还有七十八也很热闹。我缴个柜子可能都要两三个小时，两三个小时缴一个柜子啊，都可以跑，三个小时的话都可以快跑到台中了。哦，林贵枝的车也蛮多的哎，我、哦。哦，六十五领进口柜拿领柜单，然后就是在这两条。现在他没有出警了。两条线上排队。然后如果是我的话 ，JY 的话，我会认这一台车哦。3610，哦，等他进去就跟着进去了。哦，这台就不用记了，只要记这一台就好了。先锋的，哦，排队，哦，假装贵哦，也是排很长。15领重柜的哦，进口重柜都是这一条啊，这三个是交出口重柜。好，来去投单，投单再来上车移车。解开。哦，投完单就来移车，开到前面，他单子就差不多打出来了。哦，那个司机大哥也来移车了。这样可以加快作业的流程啊。你看他的也还没好。等它好了，我们再往前开，下车去拿就差不多了。作业流程呢、啊，一般来这里司机都会这样做。
看这个时候就出，打好了，二区三十三，我们去二区三十三。我有必要杀成这样吗？二区，哎，忘记注意看二区，我这边都有写。然后一区，船边作业，我们是走 CY 的。我什么时候跑出这台黄牌重机？二区，好，三十三。所以我们在下一个路口前，好，哦，再过去就是三区四区，我，哦，再往前面开一点就是三十四区，我们在二区，我，哦，这边有写 CY 作业，那，啊，就有船边车在这里啦，怎么常常都这样啊？三十三。哎，刚好是船边的位置，非常好。先把章盖一盖，有没有落地追踪啊？没有。保税柜。等一下直接就检查柜况就投单了。哦，夹柜子。哦，没用好。哦，这个离这个不要太近。哇，它这个天车是旧式的，没有安全锁的，它只要钢锁断掉，哦，这种的天车最危险，它只要钢锁断掉，东西就掉下来了。哦，啊，有的是有那个安全辅助锁，哦，除了这个主钢缆之外，还有四条辅助钢缆，防止主钢缆断掉之后，东西最起码不会掉下来。好，我们往前开，我们也是三十三，可是我们那个是柜子吗？还是看不太到，好像都后柜。好像都是货柜啊，没有特殊气体柜啊。啊，没关系，等到待会夹出来再说吧。哦，看到了，结果是铁柜。哦，里面是装气体钢瓶的铁柜。哦，他现在在翻柜子。哦，上层的货柜翻到隔壁牌。在最底层，位置在最底层，所以他还要夹一个，他要把一个夹起来。他应该会放在隔壁吧。不然这叠太高了。看他会放哪里？嗯，结果他放在最高那一层。柜子。
坐椅子。正一点，好，看一下助手边的有下去了，好，确认他有没有离开，好，有 ，OK。哦，这里面应该是空的气体钢瓶，我拉起来很轻。哇，这边这么多车啊！哈利卡仔，我们没有在这一区里。全部都船边车啊，船边车不是隔壁条吗？来去出站。哇！哦，你看这十五的船边车，用新的答复在做船边车啊。哎，啊，他不是要过吗？绕一圈就出来了。哦 ，OOCL 哦，中航。哦，你看船边车长，那个码头里面的用答复的车新的。落地追踪在这边，宝山的落地追踪，我们检查一下柜况，哦，没问题就投单。有没有围标？有。桂迪。哦，这货主自有柜。空调对一下，362622
对，好。后面有围标，围框 OK。我把这个旗子拿起来，旗子收起来，好，去头灯。如果要落地追踪，就要先去办落地追踪。哦，好，开到前面的排线那里，等放行人员对龟号封条，好，就可以出站了。65的牌这么长，30，好，谢谢，303A。转这边好了，哦，写一下资料再出发。OK， 谢谢大家收看。哦，咱们下次见。哦，65，好多车。我昨天晚上12点多也是这个情形。哦，谢谢大家收看，咱们下次见。拜。